郑钦文的发球局，我们继续来观看中国网球公开赛，郑钦文对阵波多罗斯卡。目前大比分呢，郑钦文是1-0领先，6-3拿下了第一盘，第二盘是3-2。一发下网，今天郑钦文应该是感冒了，一直在擦鼻涕，包括休息期间呢也是在擦鼻涕。好球，在界内，高质量的正拍斜线。哇，现场爆满啊，座无虚席。郑钦文绝对是目前国内网球人气最高的选手。哇，又是一记 ACE， ACE 球直接轰出制胜分。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五记 ACE 球。一发想发外角，漂亮！错进错出啊！郑钦文通过一拍直线拿下了第六局，4-2领先。这个球擦网有进，随后呢，郑钦文快速的到网前来了一拍直线，接着来看第七局，波多罗斯卡的发球局。一发下网，郑钦文接发出界，郑钦文接发球的位置站得非常远。波多罗斯卡连续两个发球得分，现在郑钦文要调整接发了。30-15，调动的非常出色。这一局郑钦文追平。